这里啊，要给大家来说的就是啊、呃、一个东西叫做交叉验证啊。今天咱们一个比较重要知识点、啊、就是这个交叉验证。首先呢，先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交叉验证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嗯，在这里我们看、啊，这假设说咱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集合啊，是表示着咱们的一个 data 数据，就是说咱们原始的数据啊是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那么通常情况下，在咱们建立一个机器学习的模型的时候啊，我们先要对这个数据啊进行一个切分，或者说进行一个选择。比如说，我们取前面这样一个百分之八十的数据，比如说我们拿百分之八十的数据当成这样一个训练集，然后呢，拿额外这样一个百分之二十的数据当成这样一个测试集。 训练集的意思啊，就是说，嗯、呃，咱们这百分之八十的数据啊，咱们一会儿是要拿它进行建立一个 model 的，我们要去建这样一个模。 那么剩下这百分之二十的数据呢？我们要来测试一下咱们现在建立的这个 model 它的一个表达效果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呢，咱们要做的第一步啊，咱们先要把数据进行一个切分、切生成,成、切分成啊这样一个训练集和一个测试集。这步操作啊是必须要做的啊。咱们要把数据切分成这样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比较大的那部分，咱们就用来它建立一个模型；另外比较小的一部分呢，就是说咱们建立模型的时候是没用到。 这个 test 的数据啊，所以说呢，我就可以拿这个 test 的数据啊，去来实际的测试一下，哎，你这个模型到底它的一个分辨能力，它的识别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啊是咱们第一步操作，就是说要把数据切分成一个训练级和一个测试级。那么第二步操作呢，咱们第一步切分完之后啊，还没有完。假设说我第一步这样是一个寸，然后右边是一个 test。 第二步呢，我还要进行一个切分，就是第二步切分，咱们就要在这个训练集上进行一个切分了。比如说，我在训练集上切分，再平均的切分成三份儿。注意一点，是一个平均的切分。 我标个号吧，这样一个一二三。为什么说咱们要进行这样一个随机的切分啊？因为最终的这个 test 数据集啊，咱们是只能够在咱们一个嗯、呃、最终一个测试阶段，就是说你把模型和参数以及所有东西啊都调整好之后，咱们才能再去最后最后的最后，咱们才能用这个测试集进行一个测试，当前模型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那么咱们在建立模型的时候啊，是不是说，嗯，我不管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 model，这个模型里边呢，它伴随着很多个参数吧。就是说，比如说咱们现在的一个啊，咱们现在没讲到一些参数，咱们一会儿会大家来说一些参数。就是说，咱们在建立模型当中啊，肯定会有一些不同的参数要进行选择的。 这个参数是选的大一些比较好，还是选的小一些比较好呢？那么现在啊，咱们光从这样一个经验值角度来说啊，肯定是没办法确定的很准的。那么怎么样能够去确定这个参数呢？咱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东西啊，叫做一个交叉验证。交叉验证，先给大家来画一下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看是在训的数据集里边，我又切分成了这样一个一二三吧。 第一次，我拿这个一和二，它们加在一起，共同去建立这样一个 model。 然后呢，拿这个三号模型去说咱们当前这个 model 在当前这组权重参数下它的一个验证的效果。注意一点，三这个数据集我们管它叫做一个验证集。验证集的意思呢，就是说，嗯，它是训练集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验证集去说当前这个模型啊，它的一些参数是好还是坏。 那么这是第一次啊，咱们比如说我写个大标号吧，这是第一次，咱们是拿一和二来去建立这样一个训练啊，一和二去进行训练，然后拿三呢去验证一下当前这个模型的参数是怎么样的。第二次呢，咱们还是对于相同的一组模型参数，咱们拿一和三进行一个建立，然后呢，咱们拿二号去进行一个验证啊，这是可以的吧？咱们还有第三次，第三次呢，显然咱们就是。 拿这个二和三来进行一个训练，然后呢再拿一进行一个验证。那么大家现在肯定好奇这样一个事儿：你为什么说要做这样三次啊？你不是就是想验证一下当前模型的效果吗？那么你直接取一个一或者是二或者三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做这些这么多重复的操作呢？其实啊，这些操作它并不是重复的。咱们来看、啊，咱们每一次验证集和每一次训练集都一样吗？第一次它是一二拿训练集吧，第二次是。 是一三，第三次是二三，所以说咱们在训练 model 的时候，对于同一组参数来说，我们的一个训练集，首先来说它是不一样的吧。 那么验证集呢？第一次是三，第二次是二，第三次是一。每一次的验证集，它的一个啊、呃、验证集也是不一样的吧？也就是说呢，咱们无论是训练还是验证，每次拿出来的东西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咱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也就是说啊，咱们现在是在做一个比较求稳的操作。什么叫求稳啊？假设来说啊，你可以光做这样一步，光做这样一步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什么样的风险？可能来说，对于三号这个验证集样本来说。 说啊，它的数据偏简单一些，可能会使得你模型效果偏高，造成着它跟一个比真实的一个效果要偏高一些。或者说呢，当前这个模型啊，它里边存在着一些错误值或者是离群值。总之，咱们当前这个数据啊，有些地方不是太好。那么你把这些不是太好的拿出来当一个验证集，可能会使得你一个模型的效果是偏低的吧？那么咱们既然咱们既不希望它偏高，也不希望偏低，那么怎么办呢？咱们多做几次。 取这样一个平均值，比如说这样不是有一个一二三分别进行一个验证集吗？假设说啊每一个验证集它都有一个评估的标准，那么最终呢咱们一个模型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衡量的？咱们可以把这个一二三它们的一个评估效果都加在一起，然后呢再去除以这样一个三，咱们就可以得出来一个模型它它的一个大致的评估效果了。 也就是说啊，咱们用这个交叉验证，主要是在做一步求稳的操作。咱们要让模型的评估效果啊，更是可信的，既不能偏高，也不能偏低。所以说，咱们取了这样一个平均值来当成咱们模型的一个效果的。 嗯，下采样的意思啊，下采样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现在不是啊、嗯，那个数据有一类比较多，有一类比较少吗？咱们让这两类数据都比较少，不就可以了吗？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咱们交叉验证是要做做一件什么事儿？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交叉验证，因为呢，在之后啊，大家处理一个真实的数据，或者说。 做一些真实的建模的工作的时候啊，什么东西最难调啊？必然是这个参数。其实呢，选一个模型很简单，我选择一个机器学习算法啊，有很多种机器学习算法。那么难选的什么？难选的就是说这些模型里边有一系列的参数啊，这一系列的参数你怎么样进行一个选择呢？最好的方法啊，咱们是。 嗯，你如果说你可以先设一些经验值，但是经验值并不是一定非常可靠的。咱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交叉验证的方式来去说一下什么样的参数它是比较合理的。 好，咱们回到这个代码，接着往下来看啊。这块就是说，我们先做一件什么事儿啊？咱们刚才说要做交叉验证，是不是说先要把数据集进行一个切分啊？在这里，我们是用 sklearn，我们看 sklearn 里边有一个叫做 cross validation，就是一个交叉验证模块。咱们在这个交叉验证模块里边呢，import 一下这个 train_test_split，也就是说啊，这样一个函数可以帮咱们对原始的数据集进行一个切分的操作。 在这里，我们来看，我们用一下这个 trintest split 啊，给咱们提供好的这个工具，里边只需要传进来一些值，这个 x 还有 y。 还有一个 test size，这个 test size 的意思啊，就是说，嗯，咱们现在要传进来的一个切分的比例，比如说你想拿百分之三十数据当成一个测试集，拿百分之七十的数据啊当成是一个训练集，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就写了一个 test size 等于零点三，那么这个数啊是可以大家根据一个实际需求去改的，改成零点二，改成零点一啊都是可以的。 后面有一个 random state，这个 random state 的意思啊，就是说，嗯，咱们接下来再随机。我们看这块，咱们刚才忘说了一点，就是说，这个 train 和 test 的在进行切分的时候啊，我们是怎么样切分？是一个有规律的切分吗？它不是一个有规律的切分。首先，它会对咱们这个原始数据集啊进行一个洗牌的操作。洗牌操作呢，意思啊，就是说，咱们像打扑克，你洗个牌，洗个牌之后，是不是说每个数据原来可能在第一个位置，那么接下来在哪个位置它就不一定了？ 咱们先要对这个数据啊进行一个洗牌操作，然后洗完牌之后呢，咱们再进行这样一个切分啊，是保证进行一个随机切分的。这里呢指定了一个 random_state，意思啊就是说啊，咱们现在。 不指定这个也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为了让大家在每一次复现的时候，它的一个随机得到的一个春和泰斯数据集它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咱们指定了这样一个随机的啊、呃、状态，比如说你指定成零，那么它每一次随机啊都会变成这样一个随机的，咱们就可以刨出一个样本对模型的一个影响了，因为每一次寸泰斯数据集它都会得到这些的一个春那些的一个泰斯的。 那么我们看啊，这个函数的一个返回值，它是返回了四个值吧？x train、x, rain, x test y、rain, y train、y test，对应于咱们训练级的一个呃输入的特征和输入的 label，以及呢这样一个测试级的一个 x 和测试级的一个 y 值。那么这个、啊、是咱们现在是对什么样进行一个 train-test-split 的？ 是对一个原始的 x 和一个原始的 y，那么咱们刚才是不是还做了一个下采样的数据集啊？咱们让这个零和一都比较少吗？是有九百八十四个吧？我还要对原始，我、嗯、们还要对啊，咱们这样嗯创建出来的一个下采样数据集进行一个相同的操作，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 train test split，只不过说这回呢，咱们得到的数据啊比较少了而已，后面。 的传进来这些参数啊，其实来说还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咱们来说啊，既然你不是要用这个下采样的数据集去进行一个建模的操作吗？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原始的数据集进行一个切分啊？原始数据集你不是不用吗？你不只用这样一个下采样的一个数据集吗？ 但是，咱们来想一想，就是说，嗯，咱们现在是要拿一个下采样的数据集来进行一个模型训练的操作。但是呢，咱们模型训练完，咱们要进行一个测试吧。 这回测试，咱们是拿什么数据集进行测试啊？是拿那个下采样数据集分割出来的那个 test 的进行测试吗？好像来说，那个 test 一个是数量有些小，一个是它也是一个下采样数据集，它不具备一些原始数据的分布规则吧？所以说呢，咱们最终啊拿拿出来进行一个测试的是拿什么？就是拿原始数据集当中的那个 test 数据集再进行测试。 所以说呢，在这里啊，我们是进行了两种切分方式。第一种呢，是对原始的一个数据集，就是咱们一个完整数据集，大概是二十八万个样本数据吧。对这二十八万个样本数据进行了一个切分，然后呢，咱们又对那九百多个下载样数据集又进行了一次切分。 好，那么咱们可以分别来看出来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说，在原始数据集当中，一共有二十八万个，那么一共呢测试的是有八万多个吧。一会儿呢，咱们就拿这八万多个进行这样一个测试的操作。 那对于咱们这个下采样数据集来说啊，显显得就稍微有些可怜了。咱们下采样数据集里边只一共才有多少个数据啊？总的数据是有九百八十四个。然后呢，它的一个呃，它的一个训练集是有六百八十八个，它的一个测试集是有二百九十六个的。那么现现在、哎、<呀>现在是不是说咱们、哎、小点声就行？小点小点 那么现在啊，咱们是不是说已经够把这个数据集进行了一个切分了？咱们可以切分成这样一个，呃，已经把数据集切分完了。那么切分完之后啊，咱们就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建模的操作。在建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要使用这个逻辑回归进行一个建模的操作。